Oh.
Thank you.
中接到呼叫之前，就近传来消息，告诉你我三点半才接到表白电话，在内心中准备的会都回答。开车接到呼叫之前，中接到呼叫之前，就近传来消息，告诉我三点半才接到表白电话，在内心中准备的会都回答。感谢各位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Oh,
借着咱农夫潜水的行为咧，我相信咱台湾会一日比一日较好，一日比一日透力，一日比一日较光明，一日比一日较自在，较活泼。安公好啊，好啊！咱虽然也是敬畏光环，但是俺是一个殷实的百姓。只要俺大家拢用正面的心来付出，用正面的念来互谅扶持，我相信俺台湾一定会让恢复较早伫世界地位。伊种人讲花水的简单嘛，啊，讲台湾钱用卡巴，起码个性安怎扫拢扫得起。希望在大家的祈求之下，大家发心之下，大家拥抱之下，按政府会当大力用心去把咱国家带向一个更加完整、更加自由、更加自信的一个国度。啊，这是咱今仔日的佛前，也是我们千岁领导前。这亲切的祈求，我相信俺用着这虔诚、这柔软的心心做这点的祈求，我相信诸佛菩萨、大家护法、龙天护法哦，一定要咱五分千岁，一定笑在心肝内。这个笑不是乞笑的天笑，是温暖、窝心的微笑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对大家拍鼓啊！相信大家心内都带着温暖，带着希望，带着力量。祝大家能够法喜充满，福慧增上。最后，我们大家祈求我们普贤寺的毗卢遮那佛现前，为大家灌顶加持。